终于跟老师见面了，对，应该是上学期的事了。对对对，老师说过年后就没看到老师，老师说过年后他就很忙，学生要毕业，然后很多事情要忙，你们这届要毕业哦？对对对，然后毕业纪念册啊，毕业典礼啊，然后国中分发啊，毕业旅行有没有？毕业旅行幸好已经结束了，要不然就更忙哦。那你们上到几月就不再上课了？毕业生五月，他们五月。23、24考试，就毕业。学校真是假喝谈，很快，在两个月。然后目前毕业典礼暂定在6月11号。等于是不用来学校之后再去毕业旅行了，对。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好像都是这样啊，哈。我印象中，我们毕业旅行是上学期的。嗯，他们好像都这样子，现在是都这样安排。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了，因为你下学期很容易太多事情，然后你下学期很容易遇到不是春雨就梅雨，只能遇到下雨。没错，对对。聪明，真不错。毕业旅行，终于好久没有毕业旅行了。终于又跟你那个在镜头前见面了哈。对啊。那我们要介绍这一支是爱马仕去年的新款。对。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在哪里，你知道吗？那边。在杜拜的机场。哦。哎，那时候这个好像台湾还没有 announce， 我就先在那边闻到。那我闻到它有好像一个甜甜的麦子的味道，我不晓得。麦子。对，我不晓得现在重新再来感受会不会跟当时一样，不晓得。嗯，等一下待会来试试。有趣的形容。好，那这一支林心弟有没有什么要帮我们先情前提要？我很喜欢这一支，它，这支我去柜上看的时候，然后他们刚好去年3、4月的时候上架，然后刚好就是它上市的时间，然后就他们那个专柜小姐就说：“这是我们的新的味道，可以闻看。”那就一闻，跟他之前的花园系列感觉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想说西式花园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喷了之后就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惊喜又让人开心的一个味道。OK， 好，那老师对这支熟吗？完全没闻过，你就是莫名其妙被我们拉来被我推坑，被我推坑说，老师这支很香。哇，好，那我们借老师的鼻子来感受一下这一支西色花。这个系列每一支花园好像都很都有自己的特色。对对对，而且每一支都还挺卖的挺好的。对。哦，那我凭良心的好不好是卖的好不好来？对对对，生意了嘛，哦，价格实惠就会卖的不错。来吧，那我们直接先开始喽。好。这一下，每次都会这样，这姿势我会这样咻咻。西色是一个名字吗？对，西色花园。你们在空气中，你就有闻到一个哇，柑橘香，柑橘香气，有没有？舒服的一个香味。这就商业香来说，这一支的柑橘是一直在我至少经过3种柑橘类的变化了，在刚刚那个10秒钟已经走了3次。哇，很舒服哈。对，非常适合夏天。所以为什么心情会好？对不对？对。那现在又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个有点带的甜味，有点圆润的这种，不晓得是我在讲说，就是麦的味道，是不是？是。那个已经出来了。对。但我不晓得我这个解读正不正确。不过它也让我感受到，老师，你有没有曾经很近的去闻一朵花，不管是什么花，你会闻到它花瓣跟这个梗之间，有些绿色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这个花是从这个地方长出来的，那个绿色那个瓣啊，那个叫萼哦，花萼，花萼，好厉害，感谢你，花萼救了我在镜头前。哇，闻到这个花萼的味道，我不晓得，你们的感受跟我有没有接近，还是老师请说，你现在闻到的。它比较像那种，我们在小时候在那种田边啊，然后很多有一些植物啊，它有一点那种，有一种植物叫那个，它有两种叫藿香剂，你一定看过那个，对，那个乡下的植物你一定看过，路边到处都有。是花是那个白色的，它有白花跟紫花，对，我猜你看，然后小时候我们会摘，然后不知道
可能办家家酒或干嘛来玩，然后就觉得它很有趣。嗯，对。我找一下，你继续讲。好，好，来换我接着掰。好，不是李心丽。他先我先讲对他的感觉，我觉得他这个味道给我感觉是一个很，就是跟他的颜色是很像的，又有一种阳光，然后带一种明亮感，然后对，然后活力感，然后又有一点就是带给你正向的感觉。然后你仔细去细闻它的味道的时候，就觉得它的绿感带一点甜香，对，然后又它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很像核果类的那种香气啊，对，核果类，有一种这种坚果的香，对，所以这个叫做，然后这个叫做什么？藿香剂。那白色叫白花藿香剂，紫色就叫紫花藿香剂。藿香剂。哎 ，OK， 对。请进，没关系。哦，这个叫藿香剂，我以为是什么青什么剂之类，什么剂。对。哪一种？但是它这个写法是不一样的，印象中的那个。啊、哦。对。小白花，对，没错。对，是的。哎，小小的这样。对。然后路边会长很多。对。然后小你摘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它就闻到一股那种绿绿的味道。那跟这个，我觉得有点像。哦。OK。那很多人会对于这种绿叶感，这种绿意感，他会觉得很刺鼻。有的人会这样感觉，所以有人不喜欢那种绿绿的感觉。但你就个人，你会喜欢这样子的绿感吗？会啊，闻得出来它是确实有绿感了，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小时候常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我今天才跟小朋友讲说，因为我们现在教到这一课啊，它是主要是讲，它是一首新诗，然后里面是吴胜写的意思，就是叫做我不和你谈论，它里面写的我不和你谈论诗意，不和你谈论这个，我只想带你到大自然去走走，让你拥抱大自然里的那些植物、动物，然后农夫怎么耕田，然后你看看那些植物怎么生长，然后就会觉得说，我就跟小朋友讲说，你一个人从小你常常接触那些小朋友说，我说我常接触那些什么青蛙，小时候青蛙 啊然后甲虫那些我们摸到，然后小朋友说，那你不会觉得害怕？我说你只要长大，你绝对不会，你只要从小有常接触，你都不会害怕，对，所以我就说。你小时候常常闻到那些这些气味的时候，对你来讲是很熟悉的，你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会觉得那种很舒，让你一种心里有一种那种舒坦的那种踏实感。是，对。那现在如果他们这个小朋友接触青蛙啦这些，大概是在手机上面啊，对，玩那个青蛙的游戏嘛，对，我才知道，跟我们那个年代其实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对。所以真的少了接触这个大自然的机会，实际去摸，实际去感觉那个，就是你的五感的那种感官是不一样的。是，好，那李心丽目前这一支前调在你身上还有什么呈现呢？香气，它其实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蛮显香的味道，然后它的香气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就是你今天心情不错的时候可以喷，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喷，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愉快的一个香味。然后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很像你在那种走在户外，很除了是在户外的空间，然后又是一个让你觉得是一个放松舒服的一个味道。对，是 OK。好，老师，那这个有没有特别什么样的画面让你联想得起来的？我刚刚就会想起说，我们小时候跟邻居或同学，一起玩那个捉迷藏的时候，然后我们回去躲起来，那躲你一定是说，我就是在那种在田里面、菜园里面，你一定想要躲在树后面、草丛里面，然后你在躲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时候很怕被找到，然后你就希望慢一点被找到，你不可能永远都不找到，那就没得玩了，那你就想要不要那么快被找到，你又躲在草丛里面，躲在树后面的那一种，那种刺激感，然后趁着那个绿叶绿意感觉，我觉得它让我有这样子的那种小时候那种童年的那种感觉，对，很舒服。你刚刚边讲的时候，其实引导我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说，我们在深山的时候，为了
了你刚刚讲捉迷藏嘛，对不对？我们为了怕被熊啊或猛兽啦、啊、遇到啊，对不对？然后我们身上就要涂了那个，哎、欸，泥巴啦，哎、嗯，就是去盖掉自己的身上的味道。嗯、哇，那个更刺激。你是哪看来的？不，《荒野求生记》就有这样教。真的、啊啊，真的，真的，真的，它是真的，它是掩盖你的气味，因为。那个、动物那些熊啊，大概在还没有看到你之前吧，熊在二十公里就闻到你的味道了，哦、非常厉害、嗯，所以最好是不要被它遇到。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泥土啦、树叶啦，哦，有没有、嗯、掩盖自己的气味、哦，原本的味道对把它盖起来。那我刚刚想到的这个画面、嗯，那这一只，因为你刚刚说捉迷藏，哦，那我就刚刚给我的画面，哎、欸，很像隐身在。绿色植物当中躲起来，嗯，欸、有这个，因为它的绿感跟柑橘其实很明显，你知道这个既明显，然后又要透过这个绿叶来把你遮挡一下那种，啊，这个非常刺激，有你去想象一下有画面，嗯，那林心地呢？这一支你觉得畫面我的画面很明显是在一个就我觉得有点童真的那种乐趣在里面，然后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像可能在一个很空旷的。然后很像在秋收有稻草的时候，它会整个画面颜色是这种，就是比较、嗯嗯秋天了。对，嗯，应该是那个阳光还在，但是已经接近傍晚的那种时候，啊、然后大家就是有一些孩童在，就是我们很像小时候在玩的那种空间场所那种感觉，但是太阳还留着一点点存在的时候，是是是，那个时候欢乐的时光，夕阳西下。就是有一点这样子平生的这个黄色的感觉，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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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没错、嗯、好，那两位在这一支使用上，你们会在什么样的场合来用这一支呢？老师你觉得？我觉得它很适合你在平常很休闲的时候啊，假日啊，嗯，然后或者是下班之后你想让自己放松一下，因为我觉得它让我真的有我有点觉得有点那种精油感，嗯，有，所以你就会觉得，哎、欸，我好像可以在下班，我让自己放松的时候，一个人啊，觉得今天很累，上班很累，很多事情很杂，然后你想要让自己休息放松，可能吃完饭，哎、欸，喷，然后在自己身喷在自己身上，是，然后你躺在沙发上这样子休息一下那种感觉、嗯、啊，假日哎、欸，不管你要出去玩或在家里，我觉得它都很适合，嗯嗯嗯，给人一种很休闲、很舒服的感觉，是是是，嗯，那这个我要提供一个。使用的时机，嗯，就是就像我们昨天二场同学在上班的时候、嗯、我们一场就全部绕跑到阳明山去、欸、对，这样说出来吗？哎、欸、这里有二场同学啊，对，有一不能这样，不能说出来、欸、那昨天的阳光就非常的好，嗯嗯，我们去十二点出发，然后一直待到三点半，对对，在那边这一间叫做野人花园，我们要硬凹一下，我们是去开会的、嗯，去开会，对，去秘密开会这样子。对对对，哇，那个阳光这样斜射下来，我觉得就是这一支味道。哦，别人在忙，嗯，你在忙里偷闲，嗯，哇，你知道那个格外得到的那一个时光，你会更觉得开倍加这个开心加倍。嗯嗯，哎、欸，我觉得独特的感觉，对对对对，嗯、有一点。与众不同，别人在忙碌，但是你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放空时间，嗯，哇，特别的棒。那可以，经历了，我觉得其实是哎、欸，就是我像我刚刚讲说，我觉得它的味道对我来说，因为柑橘调再加上它的带一点点那种就是坚果类的香气，嗯，然后其实它外面还有一些淡淡的那种木质底在衬托，那所以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味道。蛮显香之外，它又有一种就是带给你开心欢的那种感觉，嗯、所以它对我来说，不是说一定是要在下班的时候，我觉得上班其实也是 OK， 就是说你看你的心境，嗯、你的心境，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就是你的上班气氛你不想要那么 serious 的时候，嗯、你可以就是哎喷它，我觉得可以带一个比较放松一点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情也可以。Okay. 对，那你要下班之后，你要很休闲的时候去使用它也有，可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四川的味道。是，好，那虽然这一支是商业香，但是我觉得现在商业香已经越来越厉害了。嗯，哦，它，我相信它后调会有不同的变化。嗯，我们回头再跟大家分享这一支后调怎么转变、嗯，待会见啦。好，拜拜。
大吃大喝的。对啊，画面，大家肚子饿了这样。对啊，已经开始了吗？我们吃的很难看啊，他一定要拍起来，然后他的头发就是不愿意上镜头。对啊，大家想要看，不要，因为你们版新造型的可以来办公室看。不要不要，这个自己还在习惯中。对，我自己都无法说服我自己，我会慢慢不习惯这样。我现在分两派，两，因为我今天去学校，你知道这个遇到年纪大的都说哇好看哇，你应该这样子，这样子很好看。那后来我去学校，说到我们了。后来我去学校的时候，我问学生，年轻的都说长的比较好看、啊、比较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刚刚我一进门的时候，陈明老师说短的好看，好比较有精神啊。我跟你讲，就是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那问一只，问一只，一只你觉得长好看还是短好看？哦、好吧，那就是看年角度，对不对？一直还那么年轻，我跟你讲，只有年纪大的人，我们才会说，哎、欸，你看起来很年轻。对呀、啊，对呀、啊。你一个年轻人，你不会说你看起来很年轻。对，也是，因为讲的讲话的方式不一样。对，哦，对，有年纪的人，我们就说，哎、啊欸，你这个造型看起来很年轻。年轻，对。啊，一个本来就很年轻，你不会说，哦，你看起来很年轻，不会啊。嗯，这个就是说话的艺术。像我今天去学校的时候，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就是沟通的艺术嘛。结果有一个老师，他准备了好多匹马，要送给学生。哇，送得很开心。模型。然后对，那个模型人家收藏。然后他就说，哇，这个马很难取得哎、欸，这是一个美国人哦、喔，他自己做的收藏哦、喔。然后后来他死掉了、喔，然后所以才跑到了那个台大的那个什么。什么研究所才收藏，然后才辗转到他手上来。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捏了把冷汗。那这个，那这样到底要不要拿这个礼物、啊？学生呢、啊？学生到底要不要拿这个礼物？他送这个。你知道这一段话问题出在哪里吗？他送学生马嘛，对不对？你没有听出来吗？他送学生马。对啊。然后呢？他说，不过这个人死掉了。哦、oh, ，对，好像他遗物一样。哎、hey, 啊，对呀，哎呀，你要送人家东西，你干嘛提这个？你干嘛提说这个人特别去讲说这个人死掉？没有需要，因为没有人需要知道。那我今天收了这个礼物，我是这样，我收到这个遗物吗？也都是沟通的艺术。我跟你讲、哦、老师没有出社会哦，他在学校都是一个封闭，其实真的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对，那个讲话永远就是对学生、对小孩子讲话，常常是。他就觉得我这样讲没有什么错啊，对对对对，因为学生不会，大部分都不会跟他顶嘴、跟他反抗啊，所以他就会觉得好像我这样讲话没有问题，可是其实问题很大，很多老师都有这个问题。真的真的，我相信没有经过这个社会的那个拍打冲击。我还听过一个老师讲完了，就是家长就告他告到学务处，告说这个老师对我儿子很不好啊。他竟然还会跟主任讲啊，他家长也在旁边啊，他是真的很笨啊，啊，我这样讲也没错 啊， 啊，天哪、啊，可以这样直接说吗？了解，我厉害厉害厉害，这种话他竟然讲得出来，能够会投诉到学校吧？对对对，真的，不投诉他不行，特别，好，那我们这个西社花园，对，目前，哇，我真的进到了花园哎、欸，因为这个花园，我特别想到的是，全欧洲最美丽的阳台在哪里？在哪里？在卢森堡。啊、哦。卢森堡它正好有一个，因为卢森堡比较偏在山上，它正好有一个，算是高低落差。那你可以看到，小山谷下的，教堂啦。小这个小社区，它都是非常的、中古世纪的建筑，哎、那人家就说这个是目前欧洲最美丽的阳台，哎、我现在闻到这味道很像那个最美丽的阳台，对对对，那个最美丽的阳台长什么样子？什么照片啊？有我就用这一张照片来当我们的主题封面照，好不好、okay. 那一天我拍的时候，好死不死，你知道春天最麻烦，特别三四月，你要是去欧洲的话、很容易跟台湾一样，没有太阳，下雨啦，不是，春天，乌云嘛，对不对？说变就变，
哦，他们也会这样？会啊，一样啊。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哇，我好失望。这个最美丽阳台，我们就这样子撑着伞，然后那边啊，哒哒哒哒，啊，全身湿这样子，然后看着这个阴天的阳台，一点都不美丽。然后大家各自解散去活动之后，我告诉你，下面20分钟马上拨云见日，砰，整个太阳照射到这个山谷，你知道吗？嗯，哇，我又立刻从本来都已经走很远了，想放弃了嘛，去别的地方好了，去逛逛那个街。哇！我又大概跑了20分钟，又跑回到原本的景点。所以你要知道，喜欢捕捉美丽景色的人哈，会有这种执念的。嗯，我又为了这个，我要跑回去20分钟，就为了拍阳光底下的这个全欧洲最美丽的阳台——卢森堡。嗯，所以这个目前我闻到味道就是这个，花园的味道。嗯，老师换你了。是，西舍花园。我们要先卡一下吗？要、哦、不然我延续刚刚的画面好了，就是比较像是我们、本来刚刚小朋友不是在玩捉迷藏，玩得很开心，然后、玩久了会累嘛，大家坐下来就开始吃零食。然后大家坐下来吃零食，然后围在一起，然后看着戏，就像我们刚刚中断休息的时候，就是狂吃零食，对不对？只是差在那个场景，是我们的下午茶，对啊，对，哦，就有这种感觉，相当的那个画面，小朋友。欸、其实小朋友去远足最开心的是什么？坐下来分享零食的时候最开心。对啊。哇，在开始在那边颠簸，哇，我乖乖沙包，哦、我有这啥，对不 对？最喜欢这样啊，你哦，原来你有带这个，你妈妈怎么那么好，还给你准备这个，哦，那个时候这个画面就回来了。对，说哎、你带什么？你带什么？哎、对对对，在那边比来比去，然后我们都狂吃别人的这样，因为别人的妈妈比较好。好了，林心丁的这一支后调让你。想象到什么？他的其实那个画面感还是一直存在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画面、然后他的感觉就是在一个很轻松舒服的午后的那种感觉、对，那你说花园也有，但是他还给我多一些很像那种就是秋收稻草的那一种香气、然后还有一些现在更多一点那种就是坚果类的香味，是是多一些些。所以我当时说我在杜拜机场闻到的时候有点那个米或麦的味道，是确实是有。是、哦、对，那因为其实它的香调里面是有提到开心果哦，这个味道。对，然后其实调香师在调香的灵感是他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想要把那个地方带给他的感觉。呈现在这支香水里，就是它那个西舍花园、那它那个地方它的气氛感觉也就是一个有芒草，然后像这种颜色的这种氛围下的一个那种西舍花园，那个地方给它的感觉、然后它想把它呈现在这边、像芒草香啊，是那种干燥的芒草香味。对对对，不是芒果，是芒草。芒草。对。所以它的空间空旷感跟那种就是悠闲放松的感觉，其实大家真的有把它做出来。是是是，有一次我们公司去那个，整片的那个芒草芦苇的那个山、是在哪里？是在那个阳明山吗？树林那边是不是？哦、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们有去，是以前你们有去的吗？我知道树林那边有一个山是就是特别整片都是的，是是是是，有人会特别跑去那边拍照。对对对对对，还有芒草那个。对对。好，那如果说到开心果，我觉得最有感觉应该是意大利吃这个开心果口味的冰淇淋，好像是很特别的。意大利的。冰淇淋你一定要去吃。我树林那边是三角埔顶山啊，对了，就是那边芒草季啊，还有那种限定白茫茫的，对啊，这种感觉。好 ，OK， 然后那我们来给它分数一下。哦，好好好。来，这一支的持香，你们两位分别会给它几分呢？持香中等，中等，8.8。8.8，老师呢？8.6。8.6，OK， 这个以商业相来说算是有水准的了。那我会给的再高一点，我会给的再高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持香 是 hold 得住的，是是，比起
其他一般的花园，我觉得这个花园可能在后料更强化了一些。嗯嗯嗯。那扩散性怎么样？两位？扩散性我觉得前面还蛮应该算蛮强的，柑橘类嘛。嗯、但是它后中后就是在比较稳一点下来。嗯 ，OK。大概9分。九分，好，老师。前面可以到9.5，然后后面8.5。OK， 好，前面扩散比较好，后面就收了一些了哈、嗯。好，总体分数这一支西色花园，两位会给他几分？9.2。9.2。嗯，好。老师算给蛮高的，不错。对，我很喜欢，我要给他9.8。9.8。对，这一支我也很喜欢。嗯。比我第一次在杜拜的时候闻到，我更加喜欢。那个时候还没那么喜欢，不晓得为什么。嗯、但现在，哎，安静下来，好好的欣赏，跟你们边聊的时候，哎，聊一聊都加分了。对啊，我会给他9.6。嗯嗯，喜欢，我喜欢后面带出来的味道。越闻越喜欢。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种秋收丰满的感觉。嗯，好，非常谢谢老师今天在镜头前跟我们一起聊这一支爱马仕去年的新香西色花园。Yes。下一次见喽，拜拜，拜拜，拜拜。